接下来我们要上的东西叫做化学式跟分子式。科学家为了彼此沟通方便，为了能够清楚明确的表达，我们把化学，我们把一个化合物，用我们所谓的化学式来表示。化学式就是利用它的元素符号，加上一些数字，有的会加上一些简单的符号。 所组合出来，表达纯物质，组成的式子，我们叫做所谓的化学式。化学式有很多种，国中基本上几乎只用分子式，国中几乎只用分子式，其他的几乎没有教，有没有带过一下，其他都没有提。好，第一种化学叫检式，叫实验式。 就是它是用来表示这个纯物质组成中各元素的最简单整数比，比如说葡萄糖的分子式是写 C6H12O6， 简单整数比是 CH2O， 那乙酸是 CH3COOH， 碱式也是 CH2O， 所以你看不出它是谁，或者它只是用来表达它的最简单整数比的组成，这叫做。 因为我们在一开始做实验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但是我可以知道东西的简单整数比，所以有所谓的检视实验室。我们学的是这个，叫做分子式。分子式是利用元素符号表示是哪个元素组成，加上数字表示它有多少个，所以这个物质里面所组成的元素的种类跟数目的，这种叫做所谓的分子式。 这里举的例子叫做硫酸H2SO4氧化铜 CuO， 所以氧化铜就是 Cu 铜跟氧 O 所组合的，硫酸就是氢 H 硫 S 氧 O 所组成的。然后呢，底下写的数它表示它有几个氢、几个硫、几个氧、几个铜。好，这就是所谓的分子式，就是我们国中几乎都只用这个。 用元素的符号跟数字表它组成的种类跟数目，叫做分子式。适性式是要把它的特征表示出来。我们基本上是在有机化合物里面会提到它，因为有机化合物太复杂太多种，有太多的所谓的同分异构物啊什么这个以后会教，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要把它的特征表示出来，让你知道它我在讲什么玩意。比如说。 如果你写乙醇的话，如果你写成分子式，你会写成 C2H6O， 可是呢，这样子你就不知道它是谁，我们就把它写成 C2H5OH，OH 是它的特征，叫做官能基，国中没有这个名词，然后看到 OH 就知道它叫做醇，就是哦，这东西叫乙醇，所以用来表示它的特征的，这种叫适性式，我们在下学期有机化合物里面的时候会提到它。 叫它适性式，啊，这乙酸分子式是 C2H4O2， 然后适性式是 CH3COO， 因为它有这个 COOH， 就知道它叫酸，所以你看到 COOH 就知道是酸，啊，这个叫乙酸，这种叫做适性式，适性式表达特征，一种叫结构式。 把它的样子排量讲画出来给你看，叫做是国中基本上只有在下学期的有机化合物简单带过一次就没有再出现过了，带过一次就没有再出现过，所以就把它结构样子画给你看，啊，叫做结构式样子画给你看，所以这里看过就可以了。基本上国中基本上没有提这个玩意儿，还有其他，比如说电子碾式。 这要高中以后才会教，啊，把它的一些电子的点出来，比如它的键结的状况什么什么之类的，那还有它的用处，但是呢，我们国中不提，国中没有这玩意，不教，OK 吗 ？OK， 我们刚才讲过说我们要写元素的种类跟数目，元素它就种类嘛，那有个数目，我们数目呢就把它标在元素符号的右下角。 如果是只有一个，就把它省略不行。比如说 S8 什么意思呢？八个硫构成的一个 S8 硫分子啊，有斜方硫，是斜方硫，斜方硫分子 S8 表示八个硫做的。八个球有60个态，形成一个足球状的构造，所以写多少？C60。
表示有六十个碳组成一个八克球。八克球。八克球。啊。F1O3 什么意思？表示铁有 F1 铁有几个？两个。氧 O 有几个？三个。所以表示两个铁加上三个氧，所以有人叫它三氧化二铁。啊，简称叫做氧化铁，氧化铁，啊，叫氧化铁，所以叫做这样，这个意思。所以呢，在右下角写上还有几个，如果是一个就省略不写，各位家也是很懒的，各位家也是很多，能省就能省则省 ，OK， 好。那一个每天两个药要怎么写呢？每个一个嘛，就 mg 嘛，一两个要写什么 ？Cl2 嘛，所以就 mgCl2， 就是 Cl2， 就是它的标示它的数目。2H 叫做双胞胎，两个双胞胎代表两个氢原子， 2H 代表两个氢原子，两个 H， 2H 代表两个 H， 两个氢原子，两个氢原子，好，两个氢原子。那 H2 什么意思啊？零体阴，两个 H 麻在一块，连在一起的，共同构成一个氢分子，所以 H2 是一个氢分子。这一个氢分子里面有两个氢原子，而这两个氢原子是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图画成这样，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 2H 跟 H2 的意思一不一样啊？不一样。2H 是两个氢原子， H2 是一个氢分子，一个氢分子里面有两个氢原子，但这两个氢原子有连在一起，码在一块。2H 是两个氢原子是分开的，各自独立的，所以叫双胞胎嘛。双胞胎，一个叫双胞胎，一个叫做连体婴。连体婴。那 2H2 什么意思啊？双胞胎。就是两个 H2， 两个氢分子，每个氢分子都有两个氢原子，所以总共有几个氢原子？四个氢原子，四个氢原子，所以我图画成像这样，图画成像这样 ，2H2，2H2， 两个氢分子。每个氢分子都有两个氢原子，所以总共有四个氢原子。讲这个的目的是让你看清楚、了解这个东西的意思。这东西的意思什么意思？哦，未来碰到什么根的时候还会再出现，再出现，让你懂它的什么意思，这代表意义是为何 ？OK， 好，这叫做。那所以请问了 ，2H2SO4。这里面有几个硫酸分子？这有几个硫酸分子？两个硫酸分子，很好。四个。哦。那这里面有几个氢原子呢？两个。四个。两个还是四个？四个。四个，很好，四个，二十二得四。那有几个硫原子呢？两个。两个硫原子，对，很好。那有几个氧原子？六。四个。四个吗？六。六个吗？八个。八个。二四得八。八个。要了解这上面的意义，了解上面的意义，在未来做一些计算的时候，你要弄清楚。在未来做某些计算的时候，你要弄清楚它的意思是什么。OK。没有意思。有些金属跟离子化合物，这个我不晓得为什么国中要教啊，因为国中其实没有什么题，意思就是说哈，比如说金是好多一坨的金摆在一块，你切不出什么分子，就是金有 N 个 ，N 就不写了，不写 AU 就好。比如说氯化钠是好多钠跟钠结成一大坨，你切不出分子，然后最简单的就是钠跟氯，一个钠一个氯，所以就写成氯化钠，就这样子。这个呢，比较仔细的细节要高中才会提啊，我们国中看一看就好了。然后你就反正呢，以后就这，你就是知道 A 就是金嘛 ，C 就是 S， 你就背着背完就知道没有问题。你背的就是背氯化钠 NaCl， 你就照你背的去写就 OK 了，没有什么特别。这是因为它本身找不出单独的分子，一坨一堆，所以呢，我们用最简单整数比，最简单的比，最简单的数来表达的。然后教授，比如说就这个意思 ，OK。卤素我们讲不讲都是双原子分子，所以氯要怎么写 ？Cl2， 碘怎么写 ？I2，
秀怎么写 ？BR2， 所以它都是双原子分子，它都是两个的，所以它是两个结在一块的双原子分子。所有的气体元素，除了钝气之外，氦、氖、氧、氪那个之外，也都是双原子分子。所以氧要怎么写 ？O2， 氮 ，N2， 氮 N2。OK， 所以除了钝气之外，气体也都是双原子分子，底下的根价表没有必要，但是我建议你背。背的好处是因为我待会会教你怎么写化学式，怎么背。然后因为你知道根价表，你就知道几个配几个，你就知道一个钠要配一个氯，你就知道一个镁要配两个硝酸根，你就知道一个镁会配一个硫酸根，啊，你就知道几配多少配多少，你就晓得。你没有背没关系，课本有出现的通通死背下来。课本有出现过的化学式通通死背，你不会自己凑，那就是有出现通通死背。如果你有背根价表，你可以自己凑，你可以自己知道该怎么回事。所以我建议你背，没背没关系，没背就是凡课本有出现通通都死背，有出现通通背下就对了。啊，那如果有背根价表的，你就可以活背，你就可以自己知道说，哦，这个应该几个配几个几个配，你就会晓得，哦，你就会晓得根价表。根就是这个有集团性质的原子团叫做根，比如说碳酸根，这里好几个根，啊，这里好几个根，比如说硝酸根、醋酸根、硫酸根，啊，这边一个氨根的根，就根架，这些东西是整个一团，一起在动作，啊，具有类似原子性质集合一起的性质的这种。到原来叫做根啊，碳酸根、硫酸根、硝酸根、醋酸根根啊，就这样了解一下。好，我们基本上组成化合物的时候，正负价数要一样，什么意思啊？钠是一个正，氯是一个负，那就一个配一个嘛。对吧？一个配一个嘛，一个正就配一个负嘛，正负要一样多嘛。所以一个正就配一个负。好，那镁是多少？二正，镁是二正。那氢氧根多少？一负。那两个正要配几个负？两个负。可是氢氧根只有一个负，需要几个？两个。这样，来看看这里写的，这里写的是刮弧 OH2， 这表示这整个刮弧里面东西有两个。刮弧里面是氢氧根，所以是两个氢氧根的意思，听懂吗？刮弧起来的东西有两个，刮弧里面是氢氧根，所以这个写法代表什么意思？我有两个氢氧根的意思，听懂吗？两个氢氧根的意思。好，那一个氢要配氢要有几个氢配硫酸根？硫酸根是二负，氢是 H 正。那边是二负，所以只要需要几个正，两个正。可是我只有 H 只有几个正，一个正，所以需要几个？两个，所以要两个氢离子才会去配一个硫酸根，所以就知道几个。所以刚跟你讲过，如果你有配，根价表，你就会知道到底几个配几个，如果你有背的话，我不会考根价表，我不会单纯考根价表，我只会考化学式，但是如果你有背，你可以自己凑。那没有背，刚才讲没有背，你就通通给我十倍。你没有背，你就给我十倍就对了。OK， 请问，有人有问题了吗？没有，很好。